先拍照，尽让这食物更美味。哪一种食物先拍再吃会感到更美味？我的答案是 B， 因为这个题目呢是说会感到更美味，我们要有比较，就表示说在拍之前，它的确是个难吃的东西，所以就是健康的餐盘。会让那一坨，我太不应该了，我竟然被说服了。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民吃攻略。